身本，惭万国之道，有不拘于你一行一物的宁静方致远，至多自无暇，回归本真，方能参透人生。茶的姿态无非沉浮，饮茶的姿态无非拿起放下，禅的姿态无非动静，参禅的姿态无非得到失去。天下武学出少林，武术也是参禅的一种途径和方式，沉浮各异，动静相宜，在一招一式中问道论道，进而悟道。今天就让我们在这茶山竹海之间，品普洱之韵，赏少林武学，参禅修身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和控制，将自身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身体的某一部位，这叫做运气。
身。武僧把气运于周身，然后用五根枪把武僧刺在空中，而武僧安然无恙。这种功夫没有浓厚的功底及教练的亲自督导，是不能乱练的。枪尖对准喉咙，用力顶压，致使枪杆弯断，而咽喉无损也。
八段锦是少林武僧每日的必修课，以刚柔相济，动静相合，内外兼修，铸成于世，为少林寺秘传内气功之一。习此功能调理气血，有促进人体新陈代谢、吐供纳新、强身健体、益寿延年的功能。
呼吸意味着生命，你可引导身体里的气流、压力，控制肌肉。现在试着将力量集中到肚脐上，把这个碗吸上，除你之外没有人能将它拔下来。练气功，头开肛板，是把丹田之气运于头部，然后用一块肛板用力的来打头部，看他的头硬还是肛板硬。磨练你的身体，让对手的武器无法伤害你，锻炼你的肌肉，磨练你的意志，意志强于物质。没有力量可以战胜你的意志，没有枪剑可以伤害你的身体，对手的武器碰到你的身体也将会被折断。
人生，诚实坦然，浮实淡然。在经历了问道的艰辛，论道的迷茫，方能体会悟道的大智慧。漫漫人生路，让我们心怀感恩，包容忍让，学会分享，广结善缘，这就是禅茶精神，这就是华夏禅茶。